你是谁？为何在数条线换住牢？红家，你八卦，叫新国文红出来，莫要见你。你是什么人？主人为何要出来见你？可以讲，我叫天地不容许，爱你出去见。伊为何唔进入？伊要你出去见伊。行到还珠楼门口，太远了。我这样讲过，但伊讲一定爱你出去。若是我唔肯呢？那伊就会进入。哦，这么简单？嗯，伊是这样讲的。唉，我一时出去吧。那个人是谁？竟然有这么大的面子，请主人出去。在下新国文红，幸会。为何不是红点请我进去？还珠楼还手不久，无想遭受迫害。我爱两项物件：第一，还珠楼的情报网，今后找到苏武林重大线索，拢爱给我知情。这嘛，我还要三杯皮干琼。皮干琼，你爱吃要做什么？免多问，告我。我与先生初次见面，先生便思索不多，且饶你一命，便是还你心情。这么简单，物件交出，我在这等你。请稍休。外面就是皮干琼，但是使用初步之前，我希望你能慎重。我的心中可以在阁下交一个朋友吗？交朋友，请提出诚意。我情报网与皮干琼也无够，哪有这么轻易？那个人是谁？我第一次见到主人这么紧张。伊不是衰咯，天地不容客，天地拢容不下伊得罪呀。可是比得罪阮些红也令人头疼。我从无听过这个名号，以前无听过，以后一定会如雷贯耳。啊！主人被这张挑衅，竟然不得为意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归期再度来到幽室晚营，红调泡在宽台，不用了，已无心人呢，请在内中休息，专注了，也别。啊，这是主人绝版的珍藏书册。何必起性地呢？如果你为我家财表示愤怒，那也太乐观了。莫急，我已经找到方法医治易无心的伤眼。什么方法？河北龙军已经前往海景找寻兵器，
有敌亦无心，我别龙君敢他何事？咦，你不敌我别龙君以亦无心关系回欠，不信你们红掉也许是血龙白龙的关系，我白龙君一直真关心无心，伊无心也一直关心我白龙君。你失陷电门时，伊也摕着我白龙君留回的信物，希望我白龙君能回来相助。你唔见伊无心了吗？主人，你来报仇吧。文宏一向以诚待人，你果然是在报仇。